宝宝，3年1期。要是有一天得你死才能救妈妈命，我会救我吗？你上来的那年，我记得那间路边的咖啡店，我还记得那一瞬间，被爱的感觉消失不见，所有的痛藏在心里面，在爱与不爱之间，看着你哭泣的脸。你是我这一生想要的美丽女人，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人，你是我伤心的。